再打包一份青岛小粉丝的随心配哦，他要卓大王的周边肉球，还有百灵公主、避雷了小麻薯、提拉多和机灵姐。我收罗了好多阿卓胶带和周边啊，还有闪闪和调调的东东，谢谢小仙女的支持哟。阿卓的场景贴安排上，还有阿玛丽丽丝都要呀。接下来是胶带分装的部分，全都是整循环哦，还有调调整卷和巧娃子胶带整卷，琳琅头和青衣坊的联名款胶带，这个你们在线上好像都很少能买到吧，这是我们线下的胶带哦。肉球的整卷，阿卓整卷，雨贤闪闪胶带，英文胶带，萌芽社，整个快递箱又要装满啦，我要重新整理一下开始发货啦。来啦来啦姐妹们，今天给你们看看这一堆随心配的单子，后面都是这么多的备注啊、有带配一天的节奏啊。好吧，那先拿一个小篮子，今天就跟乔乔同学一起来采蘑菇吧。首先先从我这便签贴纸的展开开始，先来阿卓肉球的便签，这几张色调的贴纸好好看啊，小麻薯的也要带走，还有怎么能少得了咕卡贴纸呢，每样都要挑几张，看看这闪得不灵不灵的，还有肉球的离心本，这里面再挑几个胶带盲盒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小麻薯的区域，最近想要咕卡贴纸的宝贝真的太多了，每个款式都各拿一点。 Wix 本也快要没货了，还是拿点吧。这边再拿点整卷的多多酱胶带，新款的方方本，好看又好用啊，还有各种离心本也要了。再来看看我这胶带的区域啊，代替写字的英文胶带，各种新墨闪闪的阿果的都来一点。好啦，到了我这新架好的分装区域了，小麻薯的、迪拉多的、肉球的、阿玛丽丽丝的可就拿就是了，反正每个都好看啊。还有阿卓的色调胶带，当上的 DIY 流体熊火漆印章，做手账必备的点点胶，这几个小猪便签本也好好看啊，还是给你们拿一点吧。还有这几天好多小可爱备注的盲盒笔，各种主题的都抽一盒，你们就看我的手气怎么样了哈。再拿两个可爱的小兔子。好啦，终于到了咕卡区域了，我的篮子都已经快装不下了，新款的阿卓贴纸再挑一点吧，还有这个一直很火的卡砖和立牌，各种咕卡本和异形卡牌，这次就多挑一点嘛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我这还有一整墙的贴纸呢，各种便签、格纹、人物的、可爱的、装饰的就可就拿吧，瞅瞅这一大把，不要太爽啊。好了，我要赶紧去发货了，我们下回见吧，拜拜。我来啦我来啦，昨天太忙了没有来得及更新啊。到了53的小麻薯，光卸货都花了20分钟，来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宝贝吧。由于实在太多了，这次视频拍的就比较随意一点，你们就将就着看吧。这是一直催我上新的小麻薯新款方方本，我直接每款排了3箱回来，我估计够用一段时间了。悄悄告诉你们，这款方方本和新出的多多酱方方本是一个尺寸的，所以入了小麻薯新款方方本的可以再加一个多多酱方方本的书套，刚好能装进去哦。小麻薯的离形本还有咕卡贴纸，假期这段时间发现很多小可爱都很喜欢小麻薯的咕卡贴呀，这次就多入了一些，还有离形本，新款和旧款都补了几箱。这次的笔袋进了全套颜色，目前只到了这款蓝色的，还有胶带到了2箱，好好做笔记和花花世界，还有熊岩熊鱼也到了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小麻薯的打卡本、迷你本，还有小尺子，当然还有12星的手账胶，每款都好好看啊，大概就这么多吧。行了，我们要把这53的宝贝抬到2楼去了，想想就有些崩溃啊，我们下期见了哈。Hello 姐妹们，今天来拆箱吗？猜猜这一箱是什么？这些全都是提拉多的新品胶带，多多酱一家人、多多乐园、彩色甜品三，还有一起逛街吧。这里还有英文字数的贴纸包哦。接下来就给你们拉拉福建丑丑，哎，原标撕不下来，我直接戳了吧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姐妹们，我全都要给它贴在我的离心本门上。这里面我最喜欢多多一家人啦，感觉好温馨呀。我贴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把他们都搞定了。快来瞅瞅这绝美的胶带，接下来就用它们来做手账吧。在这里温馨提示姐妹们，用点点胶笔粘的标签贴上后就不要再撕了，我这个有点毁呀、后悔没有用点点胶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再用胶带把坏的地方盖上就好了。像多多乐园这种大图案的胶带，我们用 Wix 排版的时候可能地方不够，大家可以像我这样给本子倒过来贴，会好贴很多哦。我还用多多一家人做了一篇，超级好用啊，今天做手账上瘾，还做了一篇换装手账，用的是一起逛街吧。这里做的是多多酱换装书，可以相互变装超可呀，大家一起来动手做试试吧。姐妹们，开学愉快呀，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呀？开店到现在一直给大家看的都是线下店的手账咕卡区域，现在不是开学了吗，很多小可爱都想看看我们线下店的文具用品都有哪些呢，正好现在格局被我改得有点面目全非了呀，就给你们瞅瞅吧。小麻薯展台估计你们已经看腻了，我们直接略过。这边为了迎接开学，这个展台换成了各种笔记本，上面基本上放的是国誉的，他们家的本子质量真的是没话说呀，深受学生党的喜爱。侧面的架子由原先的咕卡区域换成了整架的盲盒笔，我发现你们真的对各种盲盒笔情有独钟啊，尤其是30欧的、原神的，还有奥托世界的，这边全是笔的区域啦，用了2块超大的笔架来装。
前面是国产的，评价又好用，这边是斑马、百乐还有三菱的，好多你们给我推荐好用的笔我都盘回来了。下面是各种铅笔还有手账笔，我都统一放在这片区域了，有勾线笔、荧光笔、点石的 brush 双头荧光笔，还有评价好用的扇子荧光笔、秀丽笔等等等等。哦，还记得这个咕卡本吗？里面我又做了好几页，真的是爱了呀。这边还有各种的咕卡本，暂且先放到手账笔的下面。还有背面也是各种的笔，有中性笔、转转笔、十色笔，还有橡皮、固体胶、折纸。这面的架子是各种收纳，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家学习和做手账用哦。很多在网店上也是有的，都是便宜又好用的那种。上面放了各种的拼图，还有 DIY 玩具，这两层全是火漆印章，和做火漆印章的各种辅助材料我也都盘齐全了。还有这个架子是我新整理的复古手账专区，喜欢做复古手账的宝贝都可以来这里寻找素材哟。还有奥特曼和斗罗大陆的卡片，各种学习手账的工具，尺子、圆规、点点胶、修正带、剪刀、小刀、计算器，各种文件夹全在这里。这边还有胶带、礼盒、精装本、各种学习本、作文本、横线本，通通都有。当然各种文具袋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这个国誉的笔袋真的是好喜欢啊。旁边还有各种的首饰挂件、卡套，还有学生党可爱的闹钟、礼品袋，还有各种毛绒挂件、小钱包，小店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，希望大家在店里都能玩得开心呀。很多宝贝都是在这里玩了一下午被家长催了才回家呀，真的很感谢每位小可爱的支持哟，因为有你们的建议和支持，小店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啦。我会努力按你们说的开分店的，你们觉得下一个手账店开在哪个城市好呢？那姐妹们，今天本条小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三位宝贝的随心配呀，跟着我马上开始吧。首先来一个大筐，先从我的离心本开始吧，还有新到货的小麻薯方方本，网店一直没来得及上架呀，想要的就去拍随心配吧。再来个迷你本，迷你计划本也来两个，再来看看这两个架子，阿卓的异形便签，便签本也都来点，这么多的咕卡贴纸也必须来一点点啊。好啦，再看看我这咕卡区域，新到货的卡再来一点，这个阿卓的小包好可爱呀，还有提拉多的贴纸，各种花花绿绿的咕卡就来一点点，阿卓的贴纸再来一点点，这新款的好闪哦。再来看看背面，随便拿点肉球的玉手和多多酱的贴纸吧。好啦，开学用的文具笔也来一点点吧，先从盲盒笔开始吧，再来些手账笔和写字笔，还有我的一整面墙的贴纸也要来一点点，后面再随机拿一些开学用的笔记本，大的小的修正带小胶带都要，还有马佳琪也来一点点吧。楼上再拿些收纳的宝贝，新到的动物园小班，哎呀我的格子便签都快没了，这么火也给它带上一些吧。最后再来一筐的分装，好啦我要去打包了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Hello 宝贝们，今天来录淘大聪明想见你的手账翻翻看啦，这位宝贝每次大老远的从肥东自己坐公交车来店里支持，真的超级感动呀，他真的算是手账的疯狂爱好者了，看着贴的每篇都是满满当当的，而且都写上了字哦，做得特别的认真，看着就超有成就感的，我要多多跟他学习学习呀。关于昨天店里被盗的事情，大家问我东西都拿回来了吗？答案是并没有，因为是当时我看着他俩觉得怪怪的，包也很鼓，想看看他包的，但是觉得是粉丝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呢，就放松了警惕，然后当时店里人特别多，就怕伤害他们自尊嘛，就让他们走了，事后想着就感觉还是不对劲，就查监控发现果然还是偷了。我看评论区好多宝贝都支持我报警的，但是我想了很久，也考虑到各种方方面面的原因，就给一次机会吧，如果再发现这种行为的话，就直接找警察叔叔来处理了。同时小小同学也呼吁有来店里玩的小伙伴们，在选购的同时也帮我监督一下，毕竟人多力量大对吧，如果直接发现有不良行为可以悄悄告诉我们，举报的人会有奖励哦。再次感谢大家对炒娃的同学的支持和关心，以后我们会加强管理，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和性价比高的宝贝，爱你们哟。